跟花莲还蛮那个啥，反正就第一周，不然你要等到第几周？现在小儿学到省力的方法，可以治疗就是费力，没有省力这种东西啊。那些学生记得辛苦的视频，超可爱。进步的学生，教学生涯上最大的挑战。我不做大哥好多年。今天11月23日就是新学生会来的一天，然后之前学生还回花莲还买了那个红宇最好吃的芋泥布丁蛋糕跟那个巧克力蛋糕，天哪，看起来太好吃了吧，超感动的，我要吃了，我要吃了，学生写一些对实习的期望，第一周就需要自己带病人，反正就第一周，不然你要等到第几周？那就稍微讲一下，每个人都讲，其实都蛮多重复的，就是有同学说希望骨科学到，比如说广泛使用疼痛缓解的手法，或者是其实大部分看到的都还是评估技巧跟徒手治疗技术，常用的一些教病人的一些 exercise 都还是会用到。但其实我们也希望同学们，就是你们在遇到一些 low back pain 的病人，或者是需要教皮拉提斯的病人之前，自己还是先回家先预习一下。希望可以看到脊椎的病患，这算是最大宗的病患之一啦，所以就是你们一定会看到，也一定会评估到，可能会遇到 TBI 的、NCI 的一些什么神经肌肉一些疾病的问题。但是如果你们有特别想要看到哪一类的病人，那你觉得临床的基础能力是什么？临床的基础能力，因为我还没有，没有自己的，但是没有实习过呢。那其他的其他的事情，我觉得临床就要基础，爸妈从他的病人之间的沟通，跟老师的相处，然后还有就是正确的评估方式，我们治疗的手法是哪些，可以找出孩子的问题跟怎么设这个目标哈，就是这个目标是比较具体的目标，而不是把目标设的就是很不清楚或者是比较太困难。如果有听诊器的话，就是背着这样，准备着，因为有可能会需要用到这样，然后带个小笔记本这样。刚跟学生开完座谈会，整个超 sad 的，因为就感觉有几个学生有点怪怪的吧。希望在小儿学到省力的方法，在小儿省力的方法没有。物理治疗是费力，没有省力这种东西啊。如果想要省力，就不要来读这个科系。而且这两个都是我要带的学生，明天开始。上妹妹吐奶吐在我头发上，用水洗，但还是没有洗得很干净，好像还有一点味道。今天是11月26日，礼拜四。昨天呢，就跟早上两位学生说要
cervical 跟 lumbar 评估所有的项目，写下来要交给我，就是作业。结果今天两个呢，就是都是用一种很笔记的方式写在就自己的笔记上，其中一位还不敢拿给我看，然后支支吾吾的，就我要拿他还一直拉着他的笔记本不来给我，然后我就问他你是没写吗？那基本上我看着他的作业我是看不懂的，我就跟他们两个说我觉得你们的作业是在敷衍我，就明天再交给我。下午的两位学生的作业跟早上是一模一样的，那我们就来看看下午的学生会交什么东西出来。这不是才是该有的作业吗？早上的到底是什么？经过昨天的谩骂之后，也不是谩骂，就是比较严厉的告诉他们不可以敷衍老师之后，比较像样的作业给。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 home program， home program 写这些，就是你那个。小小的，而且黄黑交错，超可爱的。11:15，刚刚经历一场梦魇，很多人，很可怕。但其实我人数真的，而且我觉得我的就是 trapezius 这边好像压力好重，而且都考个项目在等。当学生才说呢，他说老师周记是要写在哪边，我说交给老师的当然是要写在 A4 的纸上啊，你该不会又要写在你的小笔记本里吧。学生记得辛苦的柿饼，而且它是那种单包装，我们来开箱看看。啊，整个的，天哪，很赞哎！我不知道有那么高级的耶，我以前都吃一盒，超可爱，这很可爱哎。嗯，虽然很冰，可是蛮好吃的。那惨淡的周记，学生说不知道写什么很难，但为什么下午的就是都，唉，算了算了，我不要比较了，因为方案还不是最差的耶，就是，请问这是什么东西？托腹，然后女生的话可以跟她讲憋尿的感觉，就是先把骨盆底肌也去出来，小腹不要膨胀，因为然后让很这样子整个她的骨盆肌会整个包在那里。阿姨送我的口罩，然后它颜色超多，然后我就挑了一个最特别的，看起来很棒。其实它有墨绿色，我觉得。哎，它是不上礼拜的，其实我没加。看起来，那它很棒啊。然后这是昨天的作业。所以他现在其实我也没教，今天教也没有关系。我觉得他至少他有这个心呐、啊。天哪，进步的学生，他已经该不会是熬夜吧？有点小感动，但我要先去做徒手，拜拜。去去吧。早安，今天是12月8日。嗯，这批学生有一个比较有一点问题，就他感觉内心很，他就发现他比较边缘，所以我们大家已经。布下天罗地网，大家都要跟他互动再多一点。健康，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我觉得这是我教学生涯上最大的挑战。天啊，
还要加班，所以就去外面买那种好吃的乌龙面，然后就是炸玉龙跟炸香菇。味噌真的是好吃的，还有一颗温泉蛋。很惨，你不要讲了，我现在脑部缺氧。这个也要拍？他今天加班，好可怜哦。很疗愈哎。早安，今天12月9号，昨天真的是很可怕的一天，然后真的很累。其实一整个晚上都在想，到底要怎么样做才会比较好。我到底要不要那么的累呢？我也不晓得。可是其实说实在，最辛苦就是这一个礼拜而已啦。不是只剩三天啦，三天之后，其中的学生就要换走。那我昨天在想说，我会不会对这个新收来的学生比较用心，然后就忽略了我原本的两个学生？啊，毕竟我是天秤座，再怎么样，应该也不会偏心到哪里去。好吧，不想想了。我也不想要知道他 got pen and raise his left hand at Chinese New Year。学生不够斜，但其实就间距太宽。很高科技的感觉。我不做大哥好多年。啊，点好了。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可以了。哇，吃药是不是？过敏，那是不是？那是什么？那这个可以。那个是培根。培根，培根。你不能吃虾的。太爽了。哇，我刚吃的几个，黑黑就是枕头帅。那个真的很有才耶。哇，虾子，天哪，超大的啊！还有这种。我的影片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医院工作相关生活记录影片，麻烦订阅我，并且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咯。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